前唯的一分他拿回来的。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二垒方向，二垒手接球之后，兄弟象队冲出来了，兄弟象队冲出来，他们拿下了中华职棒21年的总冠军。四场比赛 KO 的是农牛队，所以很少，这也代表了中华职棒21年最强的球队已经诞生出来了，就是兄弟象队。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，沉默年来，你看你又来了来了，你他妈快点！是要吃多久？没有什么味道，可以加点酱油吗？加盐吧，加盐吧！赶紧加，加油，赶紧加！来来来，加盐吧！我跟你讲，你可以吃一口水饺，不用，沾盐吧，沾盐吧！放在粥里面，等等，你帮我吃一下水饺。我哪里放哪？哦，太甜了！你看这吃哎，看逼啊！我这说到做到了，好不好？人家第一卷而已哦，对，还有安全的，没有全部带啊，不是我四卷吗？对，安全的，真的真的，你他妈你要吃多久？不要多谈钱好不好？这很不好讲，什么意思？你想不想当 VR？ 我自己说，但是我快快来！是叛徒啦，叛徒的四彩蛋是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还这么厚 ，JJ 要吃到苹果几年？你明天拉到时代会有彩蛋啊？不用拉了，资金再过来猛。中场全部掉，我爸最会吃哎，真男人啊！绝对是我们真男人，直接搬出去，直接进赛真水了，这样子。没对不起啊，上次在乌来这样。对方也对对，鬼我走了你好不好？干兄弟像有种，明年再拿冠军啊！好，你要吃几卷？吃几卷？明年冠军吃几卷？自己讲。我吃两卷。干加一下，为什么每次要发现那个 Facebook 上面都是？你不要这样讲，第一次是我不好，第一次是我不好，这是他自作孽。好，休息一下。好。